凡在韩国出道，他当年所在的团体 EXO 也是很大势的偶像组合。不过他后来选择解约回国发展，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。他凭借帅气的外形和出众的才华，迷倒了不少女粉丝。近年来他一直全方位发展，不仅主演了《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》《夏有乔木》《西游伏妖篇》等电影，而且还参加了很多综艺，特别是他在《中国有嘻哈》这个节目上的表现十分出彩，又收获了不少粉丝。这个节目也十分火爆，多才多艺的吴亦凡还自己参与词曲的专辑创作，单曲《Like a God》在美国 iTunes 总榜和 Hip Hop Rap 分榜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，真是让人不由自主的竖起大拇指。除此之外，吴亦凡还是一个很会穿搭的男艺人，不过这次的造型却有点小太多。吴亦凡现身在街头上，一身黑色的造型真是太酷了。不过身高187厘米的吴亦凡穿上这条工装裤却很显腿短，把身材都穿成了55分，当然了，换个人穿更加 hold 不住了，而且这条裤子还有很多个洞，小编略数了一下就有10个，其实后面还有好几个呢。这条裤子也太有个性了吧，吴亦凡仗着腿长穿工装裤，结果穿出55分，竟有10个以上的都。不过吴亦凡的这一身造型确实很潮了，他身穿一款黑色 T 恤，搭配一款帅气十足的工装裤，搭配一双休闲范儿的布鞋，这一身造型十分帅气有范儿了。吴亦凡的其他造型也是很时尚，他身穿一款白色衬衫，外搭一款格纹元素的西装外套，搭配一款棕色的长裤，十分暖色调的造型显得很时髦。